巨星强尼戴普在去年和前妻安伯赫德以和解解除了诽谤官司后，得以重振自己的演艺事业。近日，他跟随乐团到欧洲展开巡回演出，不料演出当天却传出强尼戴普被众人发现晕倒在酒店的房间，整个人昏迷不醒，也无法离开房间，只能拜托医生到现场处理，最终导致演出被迫取消。当时也有不少粉丝到场，期待和偶像见面，没想到不仅没见到人，还传出这样的坏消息，让粉丝们感到非常担忧。消息引来部分网友猜测，强尼是因为再度酗酒，所以演出才会被取消。不过乐团成员汤姆·亨利克森随后在 IG 发文澄清谣言，透露取消演出只是因为所有的音乐设备并未送达，而且强尼身体没有大碍，随后的欧洲巡回依旧会如约进行，才让粉丝们松了一口气。